都还没开啊，等一下，重来重来，尖叫声！再一次掌声鼓励欢迎 Poppy Lady。重点是今天来到高雄，非常的开心，看到这么多的人潮。其实大家，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哦，甚至从台北下来，因为你们看到很多来自，比如说台北啦，熟悉的歌迷朋友啊，今天还有日本的歌迷朋友哎，所以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呢，有好多歌迷朋友来支持 Poppy Lady， 也要恭喜你们，因为你们的销售成绩是非常非常棒的。然后今天现场呢，我们有为大家准备，陈秘书店有帮大家准备 Poppy Lady 的最新的专辑，虽然是迷你专辑，但是这是我今年度收到最大一张的专辑哦。我一拿到想说，这里面一定有送写真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因为我们特别去关岛拍了，所以一次就给大家80页的全彩拍到写真，而且还出了4首歌曲。对，没错。你们在关岛拍照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吧？来跟我们讲一下好了。对，有，因为其实，在关岛的时候拍摄的时候非常热，然后快40度、嗯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防晒，我是以那个用在喝的感觉，因为实在太怕就是晒伤或晒黑，所以那时候擦到就是很痛，然后我们可能不小心就是摸到对方肌肤，就说哎呀，怎么就掉血了？对。没有那么夸张啦，真的，太好。哎，那个，可是说真的，不做防晒真的不行哎。对啊，好，所以他们其实去关岛拍写真集很辛苦，而且我知道你们的行程非常的紧凑。本来想说去关岛还可以好好的休闲度假一下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，完全没有办法。因为我们去那边等于是去5天3夜，然后有一天是在空中停留，但是我们的行程太紧凑，我们要拍 MV。拍写真，还有参加关岛音乐季哦，还有音乐季就对了，对，还要表演，所以其实行程是时间完全不够用。而且我还看你们拖着那个行李箱，就是你们带着行李箱，你还要去拍照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另外还要拍商品的部分，所以其实还蛮多的，蛮多行程的。因为我们其实写真书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，然后像行李箱就是红狮专属，因为红狮是旅行女友风。哦。对，跟着行李箱，就是你就对了哈。对对对。那今天我们要托你们的福了，这太开心了。我刚才在那边已经喝了一瓶了，已经先干为敬了，直接是跟大家呢先喝了这统一多多。你们都还没有喝到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现场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一不行，一张专辑一瓶，好不好？因为不要，我应该是一个人一瓶，一人一瓶，不然那个人直接说他爆了100张专辑了，他一个人就把整个冰柜就这样推回家了。就一位歌迷没有一瓶。那重点是，其实大家也不要担心一次喝很多，因为如果你一次喝很多的话，会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，因为他促进你肠胃蠕动嘛，你就会直接一直猛跑厕所。天哪，我们就想要这样了。对。没有吃太多了，对，你还是要限量一下就对了，因为它其实里面有讲说，你其实注意看它里面有写说，其实它是促进你肠胃蠕动，有乳酸菌，所以大家还是要，比如说你一天喝一瓶啊，或喝2瓶啊，不要超量啊。那今天现场在节目当中上台来说举签名的朋友，告诉大家好消息，我们可以获得统一多多一瓶。另外，我们买2张专辑上台，或者是带2张专辑上台，还可以跟他们来合照。所以今天现场在节目当中，大家不要错过了。包括我们今天想买专辑，在舞台的这个方向当中，我们还可以来抽奖。所以有很多，其实你们代言很多的商品，对不对？来介绍一下。对，就是也有可以抽我们代言 Top Girl 的行李，那个背包，然后还有最大奖就是行李箱，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运多多。对，还有 Mini 的美白面膜，还有 NT 的耳机。还有你们的海报，还有 Top Girl 后面包，还有 MJ Bus 的行李箱，这么多的礼物，而且刚才已经有没有抽到行李箱了，是登机箱，白色的，超级的，对，就这张，就在这边啊，对，就在这边，对，没关系，就是这一个，我刚才已经有秀给大家看的，好好，对，就是你们的衣服，哦，上面可以签名哎，你们人怎么那么好啊？真的，人美心地又好，哪里找？好了，第一首歌曲够不够？全部唱完好不好？等他们音乐会再去听啊！哈，今天想是签唱会，最重要是要签名。好，所以今天想带来第二首歌曲，抒情的歌曲哦。对，是我们的抒情主打，叫做。等一下，注意听哦。他们说跟我说差很多哦。带来这首歌曲叫做什么？啊！天哪，自己知道都起飞，他们没讲呢。
你们想对，带来哪一首歌曲呢？我们的抒情主打叫做《好好》，太好听了，来掌声鼓励鼓励。